吃辣吗？吃嘞，吃的少。要不要那边打点菜吗？应该还有。多钱一份？不用钱，不用钱。啊，不用钱。谢谢谢谢。我去看吧。行。你拿完给我，有点辣哦。有点辣哦。啊，我给你少打一点点。那行，那就拿一个盘子算，你就拿点这个。嗯。打点饭，拿去。饭。总共多少钱吧？总共多少钱？不用参加，谢谢了，太谢谢了，这厨师真好。我这砸这个，人家过来看看，然后说去给我打点饭，打点菜。哎呀，哎呀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这么多呀，给我。哎呀，大家看看，这位帅哥，我在这炸油饼的时候，他过来看了看，然后他说问我吃饭不，然后还有菜饭，我说多少钱？这个账面。账面啊，他说多少钱？他说不要钱。哎呀，太谢谢了。没事，正好有嘛。账面给大家看看啊，米饭、账面、菜各种。哎呀，真好，谢谢你啊，太感谢了。我先放吧，那你尝一下我这个。尝一点啊。嗯。哎呀，弄一点就可以了。你就把这一这拿上，你把哎那个硬的很，吃这个。我吃这个。哎，那个不好吃，就吃这个，吃这个。我刚尝一下还行。嗯，谢谢啊。嗯，我谢谢你了。没事。嗯，可以。可以吧？还行啊。嗯。可以，那你先吧，你先吃饭吧。好好好好好，谢谢啊。拜拜。嗯，好。大家看看，我拿来这么多米饭，打了这么多，这是藏面，我尝一尝。这个藏面还挺好吃的，味道。它，哦，好辣！它这个是辣的，辣口的，但是它里边放的，它有甜味儿。哎呀，好吃，就是太辣。今天晚上这边我又吃成了，这个不知道什么饺。嗯，火锅里的蒸饺、虾饺，还有火锅里的虾饺、土豆片儿、西兰花，刚才我已经吃了。好啦，哎，吃不完了。那也不能浪费，今天晚上再把这个吃了就行了，先放一边。